今天呢，我就在弄我的女朋友了。啊，哦，其实我有点怕嘞。咦，我有密集恐惧症的，你懂吗？啊，拉拉个啥样？啥样？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夹的。拿着，那。我是林动耶，今天呢，我就在弄我的女朋友了啊，心里是有点过意不去的啦。不过这个每次讲哦，都是讲罢了啦。我拍这种系列哦，不叫 prank 懂吗？我这种系列叫做跪榴莲壳系列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今天我要讲弄嗨，就是哦，他本来是很怕那种小昆虫的，尤其是蟑螂，他最怕就蟑螂好了。所以我想到，哎，去买一整盒蟑螂，可是我这边找讲找哦，这里全部都是散卖单卖，它都是没有直接卖一盒那种，很多我想要那种，所以我就上淘宝看，我就看到有里面我要的就是一整盒，里面有十多只、二十多只那种啊，就是要玩这种的嘛，不可能一两只下什么，是不是啊？可是我为了要快，现在我就顺便介绍你们一个好康的，你们每次买淘宝的时候，顺便想，咦，我的货到底几时会到啊？它说算不算敏感物品，还可以寄到吗？啊，已经两三个礼拜还没有到啊。不要怕，不要担心。你在看到我这个影片是不是？我介绍你们一个东西，它叫做东拼西凑转运，它是一个微信小程序来的。OK， 啊，这东西真的不是搞的供求哎，他们的效率又快，而且啊，电子产品啊、食品啊，总是这种敏感物品，他们都可以给你运输过来，而且是平平安安、漂漂亮亮的送到来你家，是不是很好啊？你们要用这个小程序的话，来这边去 scan 这个二维码，你们首次购买你们就达到九折的优惠。Oh my god！九折嘞！好，来，我教你们讲用很简单的方法。OK， 我们先进到 DBS 这个小程序里面，我们来获取你们的仓库地址。你们 copy 复制你们的仓库地址，然后你们再去到你们淘宝那边，你们到你们淘宝那边的收货地址那边，你们 copy and paste 过去就是了。OK， 你们一定要在那个地址上面信息那边添加你们的 ID， 懂吗？记得这个很重要。这样讲重要呢？你有这个 ID 了呢，那个仓库就知道哪一个包裹就是你的了。而且这些步骤只需要做一次，过后你们就一次都可以做到了。而且这个小程序啊，不管在你什么国家，它都会是一样可以用到的。他们收到你的货过后呢，他们会这样子，他们会去称那个重量是多少 kg， 然后他们会打开里面，就像这样，他们会打开里面看，给你们检查看一下，这一些是不是你们的货，有没有漏掉，还是什么东西，他们会帮你检查到美美清清楚楚的。OK， 然后结束这些添加地址这些东西，你们也检查完了你们的东西对不对 ？OK， 知道你们支付那一边。OK， 你们就可以选择你们的支付方式。OK， 因为我这里是马来西亚，所以我就会选择 online banking。如果你们不要 online banking， 你们也是可以用淘宝支付来去付款你们买的东西。然后结束完了之后，是不是你也就可以用那个 DBS 它的微信小程序呢？又可以来关注你的全程物流记录，它跑到哪里啊？所以哦，我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只需要用了五天，淘宝的东西就已经到了我的家了，是不是很快？比一个礼拜还要快嘞。OK， 现在我们废话不要讲多，我们来开箱看我买的那个蟑螂。哦，哇，看到吗？它又给你包装好好的嘞，哇，听到吗？那蟑螂的声音，没试过可以看过这样多蟑螂来了，就来看看一下。好嘞哈。有没有看到里面？就是这样的啊，它是一盒这样的生日礼物，这样我现在开起来，哇，其实我有点怕嘞。我有密集恐惧症的，你懂吗？哇，你们看里面，哎呀，很多字嘞，哇。OK， 所以现在呢，我的女朋友她跟她妈妈再回来，所以我快点把这些假的蟑螂呢放到一些地方，地方不可能只放一只吧？啊。所以现在走，我们去放。所以等下一开背的时候，一开，先生，你是看到鬼吗？把这些蟑螂就放这样子，哇，那个味道 ，OK， 就放在这一边 ，OK。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放啊？那我们就放在鞋盒那边。他的鞋盒吗？他每次穿的包鞋。给你们看，日放。没人是吗？一边两个，给、OK, 放进去。
现在呢，我就要等 Jasmine 回来了，然后就讲说走了，出门吃饭了咯。然后我就随便骗他讲说，哎，我很久没有拍 vlog， 就拍个 vlog， 我们出门讲之类的啦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就听到回来的声音啊，去外面看一下，去外面看一下，先回来。哎，回来了啊！哇，去哪里来？别跟你讲，别跟我讲，几号？饿啦，不饿。快点，我去冲水。你看，女人还要换背，看到吗？哎呀，换了背，你要吃什么的呀？懂哎，这么一天突然间拍 vlog。哦，没有啊，我很久没有拍 vlog 了嘛，所以就想说，今天的我们就出门吃东西，就拍个 vlog 这样子哦，去介绍那个美食这样哦。啊！周末？周末？你自己干？有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没有东西啊，没看我。怎么？什么东西？我有蟑螂是吗？真的假的？哇，猪，你背里面有蟑螂，你背里面肮脏了。没有，你看看。对不对？好了，帮你清掉了，帮你清掉了。哎呀，给清掉了，清掉了。没有了，帮你清掉了。哎，干嘛怕？我怕你在录。又想拍 vlog 啊？拍 vlog 吗？我怀疑你嘞，走开啦！哎呦，做你手表这样肮脏？什么？这边脏？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哎呦，别哭吧，多，哈哈哈哈！走开！哈哈哈哈哈！被拿来？啦，别这样凶了啦。这些呢？这些要拿吗？走开！不要，不要！你给我丢掉！这不要？丢掉！好了！好了，三样了，走，出门，该吃饭了，走。他帮你拿了冷衣。哇，凶哦！现在的人。哎，我的鞋在那边。啥人？哎呀！怎么？哎，你鞋子臭是吧？你没有洗是吧？又是假的。真的，好像是真的嘞。去看，快点。啊，来，帮你看了。我还会动的，有低速嘛？我直接用手抓你。拜拜。哇，须很长哎，给你看那个人趴到的。大字，哇！哈哈哈！来，这也是假的，哈哈哈！好了 ，OK， 给我关了，出来没有了？你别回来，里面还有啊？没有了，你看哪里有？看，没有了。不，我帮你拿，看哪里有？是不是？哪里？啊，来，不要玩了啦，走了，出门了啦。啊，拉个啥样啦？啥样？不要哭了。啥样？不要怕，夹的 ，OK， 夹的。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。你看鞋子已经没有了。这车上有。没有啦，车上有啥的呗？没有，不可能。这是我座位有。没，哈哈哈哈哈！被害妄想症。啊，拉啥样啦？要跪榴莲客好了。好了，懂你的生日又要到了吗？我这样子弄你哦，其实啊，我已经买一个礼物送给你好了。你周末真的？等一下啊，看到吗？买礼物给你好了。这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那，你就看一下今年你21岁生日，我送了你什么礼物吧？希望你会喜欢的、啊。拿这。那。哇，这个很大车很多哎，哇老哎，哎呦！又捡没有？真的是你的生日礼物来的吗？不，哎呀！这是你捡的，好你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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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我，好了，小杨，小杨，你懂你啊，懂吗 ？OK， 如果你们喜欢我，如果你们喜欢的影片，喜欢看到 Jasmine 这样子的话呢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，还有关注我的 Instagram 啊。OK， 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